他还想比比。大厨啊，过了，压过了，控制了火的男人了。你这进步也有点太吓人了吧？全素，川菜我做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小朋友的完全不会。我们回来啦！哎呦，妈妈回来了，吃饭吃饭！哇，好丰盛了！哇，居然还有这种！哇，我的老公不是我的老公吧？再也不是第一期那个老公了。把你们三个小朋友一个一人一个小南瓜。南瓜家是小蚂蚁。麻辣对他来讲确实好吸引他哦。尝一下。嗯。还有。嗯，小麻。鸭腿。鸭鸭粉喜欢吃吧？鸭腿我喜欢。妈妈，我给你一次机遇，你知道英语怎么叫妈妈吗？英语怎么叫妈妈？妈。不是妈咪吗？泰语，泰语，哎，记错了。泰语。然后我就碰上你手叫，我叫屁。没有，他没有骂人，这是真的。好好好好。在泰国叫长辈是叫屁。啊。屁。啊，你不要扯啊。妈妈有个妹妹。妹妹，你再说一个。妹妹。妹妹。好可爱。爸爸，阿波咪叫什么意思啊？那不是阿波咪，他现在连泰语也要变了。爸爸，阿波咪是什么意思？我编的挺好的，我以为真的有这个。爸爸，那给我打个电话给你杰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吧。好了，可以可以。是不是刺激？哇呀！是杰哥的，哦呦，这么超了，画面感是不是？那个声音真的。小马哥出场。哇呀！哇呀！哇呀 ！Hello。Hello。哇哈！这么悠闲，正在休息。杰哥，你叫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哎呀，徒儿乖，杰克，杰克，哎，徒弟弟，哎呀，好乖哦，我啥是名字？我啥一个名字坤呢？哦哟，你说个话掉厘米，说句话掉厘米，你脸上还有个夜宵呢，脸上还有个夜宵，他说你这样。我们在吃晚饭，嚯，这个有点劲爆哦，这个劲爆哈，巴适的很，我跟你说了，爽的爽的板。然后我的师傅中午帮我教了小朋友做饭，帮我教了，扎头发。晚饭是我做的，就是做的川味一点的，有点麻辣嘛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们今天好耍不嘛？咋咋子？我们带那个小女儿上学了嘛，累惨了，整了一天。这种甜花辛苦辛苦了，辛苦都辛苦都辛苦，加油加油，都辛苦都辛苦，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爸爸蛋糕，惺惺相惜的感觉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拜拜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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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娜陪孩子，我来收。帮稍微帮他收拾。哦，不用收，不用收，一会儿我来一个一个收。啊，好。因为今天矿生跟葛佩瑶在家带一天孩子应该很辛苦，然后我们回来了就想要帮他们分担一点，让他们休息一下。妈妈们主动，没有我们分工了，把它化作城堡，晚上可以带我的大女儿小女儿去城堡。嗯，我也是。好的，你画吧。随便坐吧坐吧，慢慢来，要躺四十级。哦，你们俩这么悠闲的，休息了一下嘛。哎，好累啊，好累啊！今天一个字累。其实我们今天两个人，我是感觉还行哎，是吧？我感觉还行啊。我没有适应这个强度。其实你是感觉和平时差不多是吧？之前因为从小米开始，从小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一个人带的。哦，那你是从小米一出生就当全职爸爸？对，因为我也算是没有出去工作过，因为从国外回来之后就相当于小米那时候就已经出生了。啊，
我之前去外面读书或干嘛的，自己也不做饭的。然后我也是因为有了小米之后，然后才慢慢一点点去学，看书，看视频，看那些 app 上面的一些教程啊，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，慢慢一点点摸索。一开始都是有很多什么失败、黑暗料理啊，干嘛都是从失败中慢慢一点点慢慢好起来的。教你的那个蛋糕，它失败了好多次的，以前。和我说过。后面慢慢成功。配好其实它在一些就是阅历上和经历上好像和珊珊挺像的，都是从一踏出学校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他俩会有一些就是共同点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你踏出校园就结婚了，这种方面会不会觉得对工作这种经历会不会有缺失，或者是对你造成什么生活上的影响？肯定有啊，肯定会有。一个是在生活习惯上面，生活习惯，对，生活习惯上面肯定是有区别的。因为之前比如说跟朋友出去，或者朋友叫我几乎是属于答应了，我几乎随叫随到的啊。可能半夜你十一二点钟叫我或干嘛的，我也会出去，因为自己一个人嘛，所以没关系。但现在之后就不行了，朋友他们也知道我不方便，也不太会来叫我。那段时期我肯定是跟朋友之间他们的联系慢慢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对，重心全都放在家里了，就是我每天在家里或干嘛照顾他们，就是跟我之前的生活差异很大很大，会很压抑，会很无聊，每天都是在家里都面对的同样的事情，做同样的工作或干嘛的，感觉自己有抑郁。有抑郁就是情绪特别的不稳定，就是很低落，就感觉一点点感觉很小的事情就会爆发，就会放大很多，就感觉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自己这样不对，我觉得这不是我，我觉得我葛贝豪不应该是这种状态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，我想去看心理医生。那后来就是可能他的一些安娜给我的帮助啊、安慰啊，反正方方面面的，时间上也有，就一点点慢慢的走出来。我刚做全职爸爸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轻松，我觉得哎，珊珊可以做了这么游刃有余，其实蛮简单的，不就是带孩子，陪孩子玩一会儿，然后。你也看到，就是我带孩子之后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，然后没有想象中这么轻松，然后真的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茫然的，脑子里是麻的，怎么办，没有办法就感觉是没有办法。然后其实珊珊真的就感觉就是挺不容易的，妈妈好像太辛苦了，其实之前真的太辛苦了。能意识到这点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。双方我觉得真的是相互包容的一种过程，对，得理解他，只有自己经历过了才会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以后也会好好的去，我觉得可以，肯定可以的。对对对，好好的去学习，好好去成长嘛。是跟佩豪聊天其实对我蛮有启发的，也让我更了解珊珊之前的心态，然后我以后也会多站在老婆的角度上去和她一起去分担，然后同时我觉得我要谢谢我的老婆。小手小手，我们要走了，还没有啊，走吧。珊珊，今天谢谢你们。没有，客气了。你什么你干嘛？客气了。好害怕。这个公主已经不想走了。你晚上坐南瓜马车去城堡里面看到了什么？记得告诉安娜阿姨哦。啊，宝宝，你个假哭王。跟珊珊拜拜，跟他们拜拜，小米拜拜。
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好的。这两天我们是不是去了三个小朋友的家里？对。分别是谁？豆豆、苗苗、三喜家、索索。你觉得哪个家里最好玩？三喜家。你喜欢三喜家？嗯，那肯定，小公主。那阿宝呢？我喜欢索索家。你喜欢索索家？哎呀，真是托儿啊！哎呦，真是好托儿啊！乖。爸爸，嗯，你喜欢这三都是哪个家？我是觉得索索家跟三喜家就是一动一静的那种感觉。杰哥家里他们就很热闹，大家都跳舞，很活泼，很活跃。对，那三喜家，三喜家里就感觉很舒服，很悠闲，就特别适合啊，泡杯咖啡，躺在沙发上，左手一只狗，右手一只猫，什么事情都不想动的那种。那你一只手是花花，一只手是腊肠，身上一只妹妹，头上一只小花花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被包围了吧？全部都记得。妹妹有点活泼。每次到我这边来都先喷那个口水啊，不是什么鼻涕啊，又真的是。每次到我这边来鼻涕先喷好。啊，宝宝你也在你。我太兴奋了。你姐我看你姐很累了，睡觉了好不好？就。好。睡了吗？睡，早就睡了。刚才你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跟佩浩下去聊了一会儿。啊，我知道噻。就聊到了他有一些经历，和你挺像的。为啥和我挺像的？他是，一毕业就结婚。哇哦。他是男版的我。男版的你。感谢你那会儿就是为我们家付出这么多。哎呦，真的，我也感谢可以当全职爸爸，不然的话可能一直没有办法去体验到就是你的辛苦，或者是你的感受。就算你跟我说，我也没办法去设身处地的去交换的。我以后我们俩就相互的更多的帮忙，以后一起把这个家搞得更好，搞得更好。你好，矿胜。你好，矿太太。哎呦，你好，矿太太。